学术报告。您这学术报告啊，您怎么来这儿做报告啊？他们不是来听报告的吗？没有，人家是听相声。听相声啊？听那玩意儿干嘛？哎，您这怎么说话？我们这是相声大会，档次低呀。谁呀？学术性不强啊。您说相声啊？嗯，相声也很深奥。嗯，什么毛病这是？站这儿说，可不是吗？有什么意思呀？我们这个没意思。没意思。哦，搞点学问呢。学问？你这个演员，说实在的啊，嗯，你要听我的话，迷途知返，你还可以原谅。哦，你要继续跟这行混下去啊，啊，你算是完了。你必须的啊！啊，这样吧，嗯，我带着你吧。您，你跟我，我跟你，咱们干点别的去。不是啊，我也不能因为您这一两句话，我就不干这行了。我干了好几十年了，您是谁？我得了解了解。你真不认识我呀？我可不是不认识吗？孤陋寡人啊！您还要寡人呢，是怎么着？你这样得寡了。我呀，啊，什么呀？孤陋寡闻。您先把这寡闻呢？哎，孤陋寡闻呢？怎么孤陋寡闻了？你不认识我？不认识您。我是一个很著名的什么呀？二手的科学家。这科学家还有二手的呀？对呀，啊，著名的科学家郭德纲吗？啊，你没听说过？没听说过。回去买几斤报纸，好好瞧瞧。论金瞧报纸啊！我看上你了，你跟我一块儿做实验去。拿我做实验去呀？不是研究嘛，我教给你怎么研究啊。比如说现在禽流感了啊，有什么办法能治啊？嗯，你跟我一块儿配合，做我的助手。哦，做您的助手。哎，研究药砒霜敌敌畏都怼在一块儿啊，到底这都能不能治？是弄一针，嗯，噔滋给你打上，嗯，行，死了。最起码我们知道这个理论呢啊，什么这个药不灵？废话，还是拿我做实验呢？不是你跟着我帮忙嘛？我那就帮一回忙，也就是。你再找别人嘛？啊？您还打算害多少人呢？说相声的多了，您净没用的那个啊！做实验为人民做点贡献嘛。行了，算了吧，这您这试验做不做两可。轻视科学？您这是科学吗？这科学是为人类造福的呀！啊，我们一直认为没有我们这个世界好不了，没有科学家。对对对，那倒也是。像我们这大科学家们，什么都得研究。您别往那堆里画，您什么科学家呀？您研究什么呀？你这倒霉德行，说实在，我是没带着崩弓子呀。喂，大科学家玩这落后武器，人家回归自然。什么回归自然？淳朴。啊，我们有那现代化的，啊，一针你就躺下了。哎，好嘛，您拿这报仇去，合着咱能用那个吗？啊游戏啊，游戏，那游戏我受得了吗？很多的科学研究都是我们搞出来的。什么呀？小到这个日常生活中的一些个东西啊，大到国家建设的东西，都是我们完成的。这科学家都楼了，这啊！你走到楼道里边啊，一进去，啪，灯亮了，那是声控的。我研究的，这个您研究的，你都不知道吧？那我都没好意思告诉你们。是啊，我研究的。哦，研究完了之后，很多相声演员不相信。那你开始没人信啊？有一个说相声的小孩，谁呀？叫石富宽。小孩石富宽啊，这闺女说实在的，不，这一会儿活动活动啊啊！这到这儿了，别瞎说啊！那是我师傅，男的，男的是吧？对了，啊，他不相信我啊，他认为这个不灵。我说你跟我来，走，干嘛？咱们楼道试试。哦，一进楼道，啪，砰，亮了，灯亮了。嗯，我说怎么样，石老师？哦，佩服我吗？嗯，这东西怎么样？快说。啊，说好是好啊，啊，干嘛打我一嘴巴呀？嗨。是拍巴掌还不行，打人呀、啊！这个都是我们研究的。哦，克隆你知道吗？克隆就叫复制嘛。哦，怎么了你？活复制？什么毛病啊？您这是？
你别说了都知道啊，这报纸说实在的，我很惊讶啊。一般来说啊，这说相声素质都不高，知道吗？您这素质也不怎么样，知道吗？手里有球吗？就揉。站稳，嗨，这您站稳得了说话，下次一定带封公子出来。嗨，这还不是随身带着？太不尊敬科学家了。啊，您站稳得了说话就行。克隆啊，克隆，这是我们研究出来的。您一个东西复制出来，哦，高科技，啊，那是高科技。克隆，这跟你说这没用啊。啊，你也不懂这个细致的，我不了解了。哎，我现在可以普及一下，克隆还能普及？推广一下。哟啊，马上就能得，那太深啊，当时就克隆。行啊，花了多少钱啊？三五十块钱的事儿。这么便宜啊？买一个白瓷罐子，嗯，大白瓷罐子，哦，刷干净了倒过来控控，嗯，找一块抹布把水擦干净了搁这儿啊，拿一根胶皮管，这是这边呢有一个针头扎你肚子上。扎我肚子？哎，做血，往外做血。往外做血呀？克隆吗？做血 啊这头扎着，啊，这头做，给鱼缸换水呢，这偷汽油也用得上。哎嗨，什么武器？这都是啊！你身上做四百斤血啊？啊，没那么些。多少斤？这没那么 多点吧，多点吧。啊，兑水呢？哎，拔下来。嗯，来块橡皮膏，这一贴，省得感染啊，是吧？贴橡皮膏就去感染了。和了和了啊。嗯，搁盐、葱花、姜末、味精，和了好了，搁一张你的相片啊。搁张相片啊，盖上盖，通通电，嗯，白瓷罐上有那开关，摁下去灯就亮了，写煮饭啊啊，等着吧，等着什么？半个小时，啪，弹起来了。哦，你开盖，一个崭新的鱼签出现了，克隆出来了。后来这个技巧被卖血豆腐的学会了。您要不说搁我一相片，我还真信了。是吧？什么乱七八糟的？您这是？科学是很严谨的，还严谨呢，不能胡来呀！啊，这个东西不是随便就来的，知道吗？嗯，我在科学院这些年，我跟范振钰啊、徐德亮、张文顺我们这些人，嗯，我们见天研究这些科学的事情。那科学院也弄一德云社，讨厌。废话，怎么跟都跟说相声的研究啊？请他们来呀，请他们来呀！啊，说一说自己的知识阅历，人类需要什么，他们提醒我都写下来，写下来回来照这个我给研究去。做一个科学家那是了不起的呀！哦，什么事都得知道，天文地理、物理星象是什么没有不明白的，全懂。哎，什么叫植物？哪个叫动物？全得了解。啊，这个也要学。哎，植物啊，对吗？植物，榆柳桑槐，对，这是大柳树，树啊，这是槐树，对啊，都得知道。这动物别得了解，动物咱动物了解什么呀？啊，就我们经常带着学生去啊，看图片、看资料，什么呀？学生问呢，老师这是什么？啊，这是个狗。啊，这谁都看得出来，这个你这就叫轻视科学。废话，认条狗谁不行啊？废话，街上跑当然认得出来了，炖熟的成碟子了，你认出来？认得出来，认不出来，人那有菜单，我们也能看出来，知道吗？你偷着端出来了，你知道是什么？这认这也不算能耐，是不是？这是个狗啊？这个呢，老师，这个两片白颜色东西夹着呢，啊。驴肉啊，驴肉啊，驴火呀，两边白色的物体夹着呢，啊，那不是烧饼吗？是不是？这都得知道，都得研究，哦，都得研究，这是浮浅的，往深处琢磨，有深奥的。说这个动物它是什么习性，属于哪个科目？哦，它的特征是什么？嗯，它怎么怎么样，一五一十全给掰扯清楚了啊！这可就细致了，外行干得了吗？这不容易。前一段时间，在美国啊，有个地名德州，知道吗？德州山东，你讨厌呢？美国德州啊，美国有个德州，德克萨斯州。这位也含糊着呢，是这么说吧？是啊，嗯，是说德州嘛，嗯，德州那儿发现了，嗯，发现一种动物，什么呀？这个动物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什么动物？羊。
哪儿都有啊！你看，你看，他不相信科学吧？怎么了？羊是哪儿都有，羊啊，长犄角啊，吃草那个，对呀、啊，跟地上跑那个，对呀、啊，种不同，什么特点？它活在树上，它站在树上面。你说这羊那个爪子，你伸手看看，你看看啊，它跟人不一样，你知道吗？没这么比的，知道吗？它这东西它的习性是什么？啊，它为什么会在树上？它怎么能够上树？它的特征是什么？谁知道？整个德州啊，这些个科学家研究不出来。哦，德州那州长急坏了。啊，反正我不管，你们大伙儿得想这个办法。还是山东啊，这个。这个德州嘛是吧、啊？什么德州啊？这个你们大伙想办法吧 啊！到底说这是怎么回事啊？这个羊弄好了，就是咱们德州的品牌啊啊！这跟鸡搁在一块儿，这是咱们两大特产。哎，对，除了扒鸡还有羊、嗯、啊！找吧，没人知道 啊！最后啊，有人传闲话、哦，科学家最爱传闲话，知道吗？是吗？最后说了，说北京有叫郭德纲的，他知道哦啊，请来吧，让我去，要能把这题说出来。给60万美金，多少钱？60万美金，这要是一毛一张的 啊，能数到80岁生日，吃饱了撑的吗？这不是啊？你干嘛数那么点小票子？我不去，我很爱国呀、啊，我这个人，我不去，我知道，还就是我了解，只有您知道，只有我知道他的习性，啊，他这个特征，他的历史渊源，包括他的作用，我都了解。嘿，我研究这个东西嘛，啊啊，了解，但是我不说。哎，再一个，说实在的，几十万块钱对我来说根本也不叫事儿，也走不开。年底了，我们单位这些日子发那煤火费什么的，知道吗？我不能走，这点煤火费呢，60万美金呢、啊，你不能走，知道吗？是吗？我这个我是个很爱国的人啊，当然了。这个我也不是保守啊，我也不是，我说有人要是愿意问的话，您不去也无所谓，谁爱去谁去，对对，我往心里去，往心里去。哎呀，科学家，哎，先生，德州那边，德州有一羊在树上，对对对，您知道怎么回事？只有我清楚。哦，那让您讲清楚了，给60万美金，60万美金，都是新票，知道吗？哎，是是是，嗯，哎，嗯，您告诉我行吗？啊，您告诉我，哦，你要学这个呀、啊？啊，对对，我到那边挣完这60万美金，咱俩一人一半，哈哈，那没啊，啪，我招你了，我还给您一半煤火费，我也给您报销了。这副嘴脸啊，这不是搞科学的人呢、啊？怎么了？我是那个爱钱的人吗？我要是爱钱，我自个儿去就完了呗，对不对？哦、还用你分我？对不对？你这叫小瞧人。少那么多！哎，别动，科学家，科学家，好嘛，你喊我，是，哎呀，我要不叫这科学家呀，我能跑过去，我告诉你们，你喊我，哎，是，您回来，我跟您商量点事儿、嗯，我无意这个贬低您，哎，我这个人格是很值钱的，是是是是、嗯，我就诚心诚意的吧，这么说，我跟您请教这问题，哎，好，好吧，这个态度很好，哎，又来了这个。很好，嗯嗯，我坐性你这样的啊，我坐性你这样的，人这词儿用的，这就对了。哦，搞科研研究啊，说实在，下去哪儿啊？就上来，这是做学问呢、啊，人坐炕上了都，这不是胡来啊。其实他们都糊涂，这个事情最早是发生在咱们国家。哦，就在本国呀，这个羊啊，原来咱们国家有，后来因为种种原因，乱砍乱伐什么的，咱们这没有了。哦，哎，羊就到了德州那边去了啊、哦。实际咱们国家原来有，嗯，这个问题是追溯起来也很长时间了。哦，当初它是有故事原因的。哦，还有个情节。哎，咱们国家当初有一个大学生，早年的大学生，嗯，哎，有一天呢，他清晨起来啊，从歌厅啊回来，知道吗？这什么大学生啊，这是？做学问去了吗？上歌厅啊？嗯，调查嘛啊！一看，哎，这个树上有一只羊，他很惊讶。嗯，回到家去问他的父亲。哦，他的父亲是一个老学究，是什么都知道。把老爷子请出来，说这树上有只羊，怎么回事呢？嗯，老头给他一讲，他明白了、嗯，把这个事情算是记载下来，就知道了。哎，所以说今天如果你要是学的话呢，啊啊，那么我不能藏奸，您得教我。我们要把当初的事情重新的表演一下。那太好了，太好了，是不是啊？可以，可以。我知道多少，我告诉你多少。谢谢您，好不
不好？好，好比说、啊、你就是那个大学生，我就是学生，我就是大学生的父亲。您是我的父亲，这是假的。哦，记住了，学术探讨没有伦理关系在里面。这还没有伦理关系呢，这。我最厌烦的就是在台上说这些个东西，你知道吗？哦，咱们是做学问，我跟您学东西，绝没有占人便宜的意思。好，好，好，你不能因为这个小看我，是是，贬低我的人格。哦，倘若因为这个小看我啊，啪，嗨。行了，我知道，我知道，我不会小看您，是不是？哎，但是话说回来啊，哎，我为小这么个东西，我给您当一辈子儿子，我也冤点。你想着倒美呀、啊，啊，当一辈子儿子啊，你是熬出来了，怎么了？我怎么办呢？你跟家一坐，我上边挣钱回来你吃，门儿也没有啊！啊，作比成样，这是假的，学会了吗？会了，你走你的，啊、这事儿就拉倒了。哦。一辈子的一会儿十分钟的事儿，太好了，太好了，表演这个人物这就行了，知道吗？嗯嗯，也不用你真喊。哦，当然了啊，若干年后你发财走到街上碰见我、啊、心里不落忍，愿意叫我我也答应、哦、不愿意叫我我还不挑你。是啊，好比说某一天在街上碰见了啊，我打这边来你打这边来、啊、看见我冲我一乐、啊、爸爸您干嘛去？我洗澡去。嗯，顺口答应嘛，姐，您甭使这个，这可没有这个、啊，没有顺口答应，抄我一个行？没有，没有，无意，无意，无意。现在就是这个场景啊，啊，这就是咱们家的住宅。哦，我是你的父亲，哎，啊，这个老学究啊，有学问。我在书房里面在看《金瓶梅》啊。您先撂下吧，撂下吧，您先撂下吧，撂。啊、还看《金瓶梅》呀？啊，我闲研究嘛，研究嘛，研究您研究点那个植物动物什么的、啊。对，你甭管我研究什么了。啊，我在屋里边待着，你呢、哦？回来到家里来请我，是很简单啊，把我请上一问就明白了。哦，但是咱们这个当时发生这个事情地点是河北山东交界的地方。哦，说话咱们要模仿一下外省人的语言。哦，还要倒口。哎，很简单，拿你爹呀，你快出来吧。就这个，你行不行？要是行的话啊，嗯、咱们就来；要不行，这事还拉倒了。行啊，行行行，可以是吧？哎，可以可以，我们这都有基本功训练。没问题啊！哎，这外省话都没错。好，你从这边来，我上屋里等你去 啊！好好好，那我叫您吧。做学问啊！哎，好好好，这六十万，你这。哎呀，这句话还是不好出口。哎，爹呀，我，你出来呀？你叫谁呀？我叫你呀。我是谁呀？怎么还说一遍啊？你是俺的爹呀。来呀。哇，哎呦，这什么模样啊？这是来你儿子。爹呀。你叫谁呀？我叫你呀。我是谁呀？没完了是怎么着？原来这个情节就是这样的，知道吗？就这么简单，你两句话就到了，你这不耽误功夫啊？出来，还来一遍啊？你像这，爹呀，啊，你出来呀？你叫谁呀？我叫你呀。我是谁呀？你是俺的爹呀。哎呀，这来点日子。爹呀，你叫谁呀？我叫你呀。我是谁呀？你是俺的爹呀。你心里痛快吗？我痛快不了。我怎么了？我怎么叫爹我还痛快呀？我这不是为了占你便宜，这是学术探讨啊。这有什么可探讨的呀？这个这马上就到你耽误事，出来。我这嘴也欠，我这问这干嘛呢？爹呀，你出来呀。我叫你呀、啊！我是谁呀、啊？你是俺的爹呀、啊！来呀！哎呀，你还小点是怎么着呀？俺的儿子。爹呀、啊！你叫谁呀、啊？我叫你呀、啊！我是谁呀、啊？你是俺的这个爹呀、啊！你叫我，你痛快不？我痛快痛快、啊，痛快痛快。我痛快呀、啊！你美不？我美不了，我又得重来。说清楚了啊，老这么一回一回的。爹呀，
叫你呀、啊？我是谁呀、啊？你是俺的爹呀、啊？来呀、啊！这好嘛？什么模样这？来点试试啊！爹，你叫谁呀、啊？我叫你呀、啊。我是谁呀、啊？这是俺的爹呀、啊啊。你叫我，你痛快不？我痛快老了我。你叫我，你美不？我说美美啊，美说美。我美死了。你叫我什么事啊？我揍你啊我！你看废话，你知道我叫你什么事儿？知道不知道啊？你得问呢，我哪知你叫我什么事啊？我演的是这人物，我知你喊我干嘛呀？你不得问吗？啊，那跟这树上怎么有羊？你得问我，都到节骨眼你自己耽误自己，我告诉你。呵，这不是怨我吗？这不是你？哎呀，你说这。俺的爹呀，你出来吧。你叫谁呀？我叫你呀。我是谁呀？你是俺的爹呀。我还来了，好嘛，我说您那雪橇搁门口了是吧？我这爱斯基摩那边过来的。好嘛，哎，你叫我呀。我叫你呀。你叫我，你痛快不？我痛快接了。你美不？美呀。好好，你叫我什么事啊？俺的爹呀。哎，我就问那个羊怎么会在树上啊？你问那个事啊？对呀。你听我着吧，闲来没事我瞎了难想。我错了不是？回来吧。没错，你说话，你唱什么呀？废话呀，你得配合呀。闲来没事我瞎了难想，你有锣鼓家伙，扛个令床，一个令床。你这说实在的，但凡有帽子，我还回去一趟，你知道吗？别去了，别去了，算了吧。还有吗？算了，没有，没有了啊！啊，你配合呀，配合我，怎么意思？扛个令床，一个令床。那我这扛个令床，一个令啊，行不行？哎，行，行，咱们找别人啊。对，没关系，可以。啊，您听什么？闲来没事我瞎了难想，抓的令团一个令团，书包浪里长成了行，抓的令团一个令团，桃红柳绿多么好看，抓的令团一个令团，树上落着一只羊，抓的令团一个令团，若问这个山羊怎么把树上，抓的令团一个令团，错了，应该是打打滴打打，这我怎么猜呀、啊、你这个说清楚了我这个谁知道到这儿他变了你这科学家太贫了这唱的什么玩意儿这是还得爹呀你出来呀哦你叫谁呀我叫你呀我是谁呀你是俺的爹呀我来了好嘛我爸爸改义和团的了也不怨我呀他们又给预备的话、行了你叫我什么事啊我问你这羊怎么会在树上呢你也听着吧来吧闲来没事我瞎了难想床的令床一个令床树木浪林长成了行床的令床一个令床桃红柳绿是多么好看床的令床一个令床树上落着一只羊床的令床一个令床若问这个山羊怎么把树上打打滴打打哎对你是问那个羊怎么上的树啊对呀你是他家傻小子怎么回事呢那是我抱上去的去你下面请欣赏相声找堂会跟着郭德纲于谦哎，多谢你！我就说我，我认识你啊！啊，认识我，说相声的。对对对，了不起！是，著名的演员啊，不敢当。我就爱听您的相声，好喜欢听我，中国相声界第一人呢、啊！哎呦，您过奖了，过奖！哪怕还给您人家贺了个号，起了个外号呢？给我起了什么名字了？万人骑！哎，万人骑！了不起！这什么名字呀、啊？这是那个艺术了不起、啊。这就行了，怎么的？不叫万人骑，这名字太难听。我像是老先生，还有老万人骑呢？没有啊，万人迷那叫万人迷 啊。有这么一位吗？有。说相声老前辈吗？万人迷啊，八大缺德之一吗？是不是？相声八德没有缺。
啊，有德呀，有德，对对，有德为万人迷。哎，您人卡奖金顿轮，哟，过奖是不是啊？太抬举我们了，到咱们那儿献来的吗？您这都什么词儿？不是，你在这儿献完了，上咱们那儿献去吧。不叫献演，那叫什么呀？表演，表演呢？哎，表演。咱们那儿准备办一个大型的文艺晚饭，对吧？吃饭去呀？文艺晚饭吗？文艺晚会，晚会啊，晚会，去吧。堂子都预备好了，洗澡的是的。堂子嘛，您演出的堂子嘛，园子剧场，园子该叫园子的，一直就叫园子，叫园子是园子的。到南边去吧，行吗？找你费的劲的，哎呦是啊，北京监狱去好几趟，哪儿找去？这演员怎么了？这上监狱您是找不着我，看守所那面累着，我们不去那地方。还得麻烦您个事儿啊。又怎么了？我们啊，就想让您帮个忙，找找演员。哦，您想让我们帮您说场，能做吗？没问题，可以吗？找我就行。相声就要您这一场了啊。哦，就我们一场，别的不要了。哦，别人说相声，咱们看不上，不喜欢他吧？谁也不留您说的好啊！你就太爱我们，咱们上回找来了。是啊，找俩演员。哦，穿的跟那个北朝鲜政府官员似的。啊，我一段不说完，咱们全村人全呼混过去了。奶都背不起去了，哎呦，越听越惨呐！啊，想起日本鬼子进中国来了，这倒嘛！大夫也说这个岁数不能听相声。啊，其实人家演员挺卖力气，用功嘛，激昂慷慨，啊，催人尿下，尿下，好啊，跟十郎红似的啊！啊，就接受不了，改听您的相声，我去就行了，您来去就行了，没问题。这个影视圈的弄走吧，演电影、拍电视剧的那个，认识吗？我们都有朋友，这什么？莫文蔚，莫文蔚，莫文蔚啊，嗯，小王家，是是是，好角儿啊，对，长得不是天姿国色，不挺漂亮，他那模样也够150人看半年的，这词儿听着都别，敢想敢说敢穿敢脱，敢脱也能跟着打杂的放哨的搂搂抱抱，啊，也能穿的挺高贵的，跟老大出去谈生意去，哦，有他在。影视圈精神面貌特别的好，这是莫文蔚啊，你先背一回吧。我哪儿背？我要跟莫文蔚是吧？您说的是香港的是吧？香港的，香港的离得太远了，这我们找不着，这个找不着啊。陈小春，陈小春，陈小春，这不也是香港的吗？演那个韦小宝呢？对，那可爱看的，喜欢他这个小子，非眉鼠眼的，天天那下面有饭饭。什么词儿？没上过学，没念过书，啊，他是聪明，哦，奋发图强的精神，打出一派混天来。哦，不懂就问，不行自个儿成为娃子。嗯，这种勇于承认自身错误的，嗯，这种心态不是每个人都有啊。哦，这好，能找吗？嗨。那不也香港的吗？这也不行啊，香港太远，我们跟他没关系啊。我闹的，你这是刘德华行不？您还喜欢刘德华？还喜欢刘德华呀？哦，长得精神呢，那就漂亮。你们这个圈也不能个零个都像你是五大三粗，啥人不好啊？我招你们似的，得有几个这个细粮食过去了。细粮食？什么叫细粮食过？还要跑得多精神啊？头发梳的一丝不苟，穿个小西装，戴个小领带，小皮鞋往上一坐啊，老老实实、稳稳当当的。你们闹你们，人家老老实实的抽烟卷、擦皮鞋、看毛片，不咬我。不咬我！哎呦，你喜欢的都什么人呢？这表演你们看，我可爱，唱歌也好啊，这唱歌老神莫测，演不了了。哦，哎呀，您都您看不清人家那个墨镜什么牌？就倒在怀里，那多少大娘们都上老当了。你喜欢的这都什么呀？找一个吧，找一个吧，刘德华呀！啊，跟您这么说得了啊，不找，太远的，香港的，你也找错人了吧？我找一个全不认识的，你这哪行呀？这你得有俩香港的太太啊，你知道吗？这香港的也不是都不认识，你也认识啊？也认识那么一位，也就是夏丢丢那个认识，不能大哥，你知道吗？香港不可认识一位大哥，这是谁呀？陈慧琳。哎，我的娘啊！哎，这个，哎，快点，我就怎么回事？还认识陈慧琳呢？陈慧琳
我先来五百钱的我。先买个本儿啊，好歹给我钱个个。那您先买本儿去，我想这是外人，知道吗？我多想，想得多。我们是有身份的人啊，又何况这个岁数，这个心里干不了坏事，一脱袜子就穿去。你还穿袜子？能找啊？能找，真的就能找一个。哎，这个大路子能找吗？哎，你要说大路子怎么能找？啊，能找。哎，能能找，找点那个女演员不？呵，男的别找了。我们可认识的都是那个青春美少女型的。我跟女的俩，哎呦，也太人类了，哪会有青春的啊？您说的现在没有了，是吗？您是想找青春的啊？你找红红还难呢。真的吗？真的事儿，真的事儿，是吗？我跟买车似的，你看车这个新呐，一看里程表都开他娘的八万多公里了。你说我着吧，反正找了，你说我着吧。哎，那可能着吧？怎么？吃饱饭呗？嗯，吃饱饭。饭拿着个本儿，呱唧呱唧呱唧呱呱唧呱呱唧呱，欢迎天龙啊！您还甭这找了啊，后台就有。您这个组织还要饭呢？现在没有这个，这叫快板书。对对对，还有快板。对对，你能找吗？有，要一个啊。嗯，还有那个玩意儿，哪玩意儿？就那个嘴戳上面啊，一会儿是个猪，一会儿是个狗，一会儿是个鱼啊，那个玩意儿，在那儿啊，口技，哎哎，口技能找吧？哎，我们有，找俩啊，这行，找一男的，找一女的，对，找俩，一个济南，一个济宁，口技，一男的，一女的，对对对，直接说连一块儿，来来来，哎，弄好，行，哎，有唱大鼓的不？啊，不用，给我找一个那个梅花大狗啊，梅花大狗啊，大狗，小狗你也找不着，再大的有吧？哎，那没有，嗯，什么呀？梅花大狗，您取一团吧，唱那个玩意儿，哎，各种大鼓都啊，举个小笤帚那唱啊，小一笤帚，那笤帚都着火了啊，什么乱七八糟啊？那叫寒灯大鼓，对，能找吗？有有有，行，这个事交给您，我吧，有说的，有唱的，有变的，有练的，这俩小时就行了。俩小时就成，好，没问题。嗯，那个先生，哎，我找这么一帮人上您那儿演去。对，价钱咱们谈一谈。啊？钱呢？还要钱呢？废话，这么一堆人上您那儿不给钱啊？这你们这玩意儿还要钱呢？我们都找了我们。哦。我们不要钱，吃什么呀？哦，那行，那要钱要钱吧。啊，要钱那个。他要俩不？您这怎么说话呢？您这是敢买的好话呀？什么好话？您是要钱，您是要脸？您要是要脸啊，演出费男的给你们都捐了，这捐了白去的。您这脸上露脸的，嗯，露要脸啊？要不要钱？把钱给你们。哎，要钱就不要脸了。得得了啊，您呐，把钱给我们得了，不要脸啊。听这话那么别扭，那这俺人是不先说不要脸了？要钱要钱，行行行啊，行行行，说好了。这个要多少钱呢？绷着吧。嗯，相声这么缺角，您得给二十万。二十万，对，一万、两万、三万、四万、五万，算什么呢？六万、七万、八万、九万、十万，对。这算账，这算什么账啊？这二十万了，二十万，二十万给你一个酒量，哎，我就给他们，给他们，对吧？二十万，二十万，哎呀，拿钱去呢？您说吧，我想一想啊，嗯，今天几号？今天四号，你欺负人呢你？啊？谁告诉你四号的？不就是没有这事吗？啊？你干的正合适呢吗？啊？你跟别说大话呢吗？啊？我您。哎，这是四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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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四号。废话，怎么都没明白，打我三下。到好了，到好了，又打我好了。对对对对，您这四号，四号嘛，可不是。你们六号去。啊，再有两天，你们六号去，是吧？对号，这分儿对了，这七号到底几号？有六
六号啊，去吧，坐准了，去吧，啊，去吧，六号我们都去，去吧，啊，我们几点去？你们六点，六点，六点去，有车接我们，啊，有车接你们，好好，到人家不远，在哪儿啊？这不，我们不去啊，我们俩太远，我们不远，德国大使馆啊。哦，使馆去美国大使馆呢？你这说清楚，这个门往西，往西，往西，再往西，还往西。哦，你叫西方接引的，西方接引啊？有人接你们呢？他们当死鬼了，我一人接你们呢？接我们？啊，我们那大门脸上是两把刀，堂堂正堂堂的。是啊，您管就是德国大使馆呢。哦，他把这一点灯照着哪门叫堂堂正堂堂的？嗨，接人这官儿，这哪门有灯啊？是啊，哪门灯在这儿？嗨。你就甭比划了，他亮堂堂不去，哪么亮堂堂的？您这灯亮得了堂堂吗？能吗？不亮，哪么那个货要是摆出来还得亮，是吗？豆腐啊，嗨，豆腐白呱呱的，看着好着呢。您是一豆腐房，上哪么那儿去吧？哦，把河里一个豆腐不用做呀，哪么开业呀？甭吹大气啊！这就是做豆腐的吗？早点去，早点去，早点去。说六点吗？八点开店，六点到。好，管饭吃，管饭。是啊，来，我们不吃那个，我们在那炒饭啊。啊，什么叫刀啊？我们吃饭。对呀，饭。您说清楚，您的嘴不行，您得饭饭饭，佛安分。您就甭那么拼音了啊！你看我这是给您消息嘛，这是。跟我消什么饭？到南边去吧。哎，管饭吃，管饭吃，还是饭。里面先上酒，喝酒，一人一大壶。好，二十斤一壶。嚯，尿壶。尿。不吃吧，进点。嗨，那也不能拿那玩意儿盛酒啊。喝，吃，上菜。哦，有菜，有大菜。好，头一道大菜，乱棍大四猪八戒。这什么菜？土豆盆拌猪头肉。哦，这就叫乱棍大四猪八戒。吃。第二道菜，有点意思。第二道菜拿盘子转下来。哦，一个挤脑袋，一个挤屁股，这叫食神。是。第三道菜叫狗狗拉倒，狗狗拉倒，哎，黄豆芽炒玉米，哎，第四道菜最好吃的，什么呀？轰炸东京，轰炸东京，最爱吃什么菜？蘑菇肉片，好菜，蘑菇肉片，你就甭起这么大，好吃这个东西啊！这些个东西弄好了，往上一供，你们还不能吃啊？怎么的？这净豆腐谁的？哦，不给我吃，你们吃别这个要奉承啊！哦，还好。前上冰牙牛筋儿怎么上啊？头一个是死干哦，红豆腐、白豆腐、臭豆腐、辣豆腐，四盘豆腐死咸，什么豆腐丝儿、豆腐块、豆腐条、豆腐片，这都鲜吗？这死米线，苹果豆腐、胡萝卜豆腐、屁股豆腐、橘子豆腐，这都没听说过这做法啊！这是牙牛筋儿，愿吃吃，不吃吃牙碎。等吃什么？上大菜，什么菜？四个厨子打一大拍子，哦，一边走一边还得唱呢啊！接条看来回呀。上一个大墙盘，大墙盘，哎，这些可了不得了。什么？过去上供给皇上吃的，怎么？你才轮着爷们呀？什么菜？要买这个烧饭，这早晨上好事哦，三个劲儿一个的，七个劲儿一个的啊！买回来烧大开锅，取好锯末，锅里搁着两条水把这东西放在里边，拉到冰箱一点火，扑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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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手拿钩子打出来，搁在案板上，把这大刀弄好了，切了片片切，切片片切，要切个五花三层。上面整的弄好了摆佛料，香菜末、韭菜末、辣椒末，拿鼻子一闻，这跟下马白骨肉，这都是没猪。学生郭德纲、于谦向我的衣食父母、家乡父老们致敬，谢谢各位的支持。谢谢。您那边，我这边。看见大伙儿，我就这么痛快。嗯，我打心里我就美得慌，高兴。我就好些个话，我得跟你们说呀。
哦，见着亲人了，嗯，我一句都不藏着，您都说出来，我就翻出来，我都叨叨出来，知道吗？啊，说吧，那就我打胃口里边，我热热乎乎的，我哎，啊，您这个心情是不错的，但是有点恶心。我这高兴啊，高兴说高兴的事儿，看见家乡父老，我是真高兴啊。好啊，有人对我们了解，有人不认识我们。嗯，这个人我觉得应该着重介绍一下。啊，您太客气了，于谦。我，哎，好，真的吗？这不是我捧你啊，谢谢你，真好。嗯，你说人家台上，嗯，说学逗唱，就这四门，哎，说还凑合吧，是吧？说还凑合，说还凑合。嗯，台下呀，就人家这个人性啊，主要是人性。哎，不客，不是我捧的，真的。你还捧我呢？嗯，我招你惹你了，都脆上了这儿。有一虫子，进了一虫子。嗯，什么月份有虫子呀？这我这个心意你是能明白的吧？我这大概明白了。嗯、好，真的吗？相声说得好。没有。有老师吗？有。谁？我们先生石富宽。你们先生石富宽，对，你是他太太，这怎么拎的？这是，我看我媳妇介绍我就这样。啊，我先生郭德纲，不，你跟他老两口子没嗨，跟你们这不一样啊。我们这先生就是师傅，老师傅哦。哎哎，好好说得，相声是门艺术。哎啊，那当然，抨击丑恶，藿香正气。哎，还有药材是怎么的？那就还藿香正气？怎么说？弘扬正气，弘扬正气，对，好好说。哎，相声说好了也能够荣华富贵，是这样的，也能够养家糊口，对，人人都是如此。啊，把您的工作干好了，嗯，错不了。当然，拿我来说吧，嗯，我今天来，我关键是我想给大伙花点钱。怎么着？有一位算一位啊，您有一位算一位，给大伙花点钱，今天不能白来。哦，我待会儿拿出钱来，我给大伙儿分一下。你要送钱？这哎呀呵，您这太大方了。但是有条件啊。嗯嗯，因为我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啊，是不是？都是挣的。我有要求。什么要求？您要是愿意笑啊，我就给钱。那听相声都乐，也是分多少种，还有档次。哎，你要说扑哧一乐啊，小呲牙，我给五十。这就50块钱。对，哦，哈哈哈，乐出声来了。嗯，给100，涨价了。看见后槽牙了啊？嗯，给200，啊，这大笑了。看见扁条线了，给300。有一位算一位啊！哦，有一位算一位，不管坐哪儿都算上啊，都算上。你也行，你我们后台的也都主持人、电工都行。有一位算一位，我们都可以乐呀。我这点钱花不出去，我难受，你知道吗？你也行，我们都可以乐，是吧？你一样啊。哦，好，你会乐吗？我当然会啊。你乐一个，我也给钱。我乐也行。来，我来，来瞧瞧，行吗？来，越乐的越大，给的越多，是吧？乐的越厉害，给钱越多。好，来。这怎么样？5000。给那么多，都看见晚饭了。嚯，好嘛，好。哎呀，太好了！你倒没看见这台板是什么色儿的，是吧？嗯，不是透的。这么些钱，哎呦，我给我找一花钱的道吧，我都快急死了，知道吗？您就那么有钱吗？太有钱了，我啊！当然了，咱实话实说啊。哦，也不是一落生就有钱的。那当然。天下哪有一落生就是有钱的人呢？没有这个事，他是通过拼搏奋斗。对，我当初也不行，是吗？吃了上顿没下顿，也穷啊，穿得挺破，哦，口袋里没钱，嗯，住的房子千疮百孔，哎呦，一下雨算要了亲命了。怎么了？外边小雨，屋里中雨；外边大雨，屋里暴雨。哦，有时候雨实在太大了，全家人都上院里的避雨去。啊？这都没听说过，到这地步了是吧？嗯，我很着急呀。哦，人家都有钱，我怎么就没钱呢？嗨，您得创业。我一定要创业。对，我怎么能有钱？嗯，我劫道去吧。劫道去？我买了把刀，找一旮旯。嗯，我那儿等着，忍着。来大姐，蹭我就蹦出来了。劫道，劫道。嗯，把钱给我。是。大姐哭了。
干嘛？下岗女工，越说越可怜，我给她5块。您这不够挺费了，这么干？这要是结半年，连房都卖了。是啊，不能这么干，花费太大了。嗯、啊，我一走呢，好些个大商场门口，啊、嗯，天津。你说吉利呀，你说什么这些个、嗯、包括住的那金黄大酒店、嗯、我一走到金黄那儿我就掉眼泪儿。干嘛哭啊？这大买卖多的是我的。您就想瞎了这好眼吧。啊，我存钱、嗯、我买它。买金黄。我存了3月一扫听。怎么样？我连那门都买不下来。对，人是大买卖呀。你说这个玩意儿他可说不准。怎么？人没有穷一辈子的。哦，瓦片也有翻身日，东风也有转南时。我这么说您转运了？你光看郭德纲不行。哦，行一把给你瞧瞧。您怎么行的呢？那天走到北京啊，北京长安街上。哦，我正跟那儿遛弯呢。哦，溜达呢。打那儿过一辆车，是屎车。哟，我提鼻子一闻，呵，怎么了？这个香啊，勾起我的食欲来了。哎。您等一会儿，行了，别说了，啊，您这想钱想糊涂了吧？这是怎么了？屎车会香？屎车呀、啊？怎么屎车？大使馆的车呀、啊？您倒说清楚了。啪，摔下一箱子来。嗯、哦，打开一瞧，我眼泪都下来了。怎么了？都是钱呐、啊！哦，全是啊，欧元、美金，嗯，一沓一沓的。哼，还有一饭盒。哦，打开一看，什么？都是钻石啊！这谁钻石搁饭盒里啊？半斤一块的，那搁不了几块啊，可了不得了。嗯，我有这么些个钻石，哦，我能拉多少玻璃啊？呵，呵，您老惦记做这小买卖，我了不起了啊！嗯嗯，平地一声雷，陡然而富，转眼富家翁，这一下我就是有身份的人了。对啊，是你，哎，你先等一会儿，我就不信，你先撂下吧，啊。有身份的人不这样，你管着吗？啊啊！我就是有钱的人了，啊，朋友们，我就是上流社会的人了。对，我看你们谁敢看不起？先下去。你们哪那么些零碎儿？这说着说着话，在家上炕上惯了啊，跟这儿没别甭。我这回我有钱了，嗯、啊，我要报复贫穷的时候。你这怎么报复？我玩命的花钱呢。哦，就是造钱。我造啊！我花钱如流水一般呢。怎么花呢？我玩命的花呀！嗯，我在吃上我要报复。哦，就是吃什么贵我吃什么。什么呀？什么好我吃什么？点什么？削面。削面。拉面。啊、嗯！大碗宽条加2块钱肉。哎呵，哎，啊！牛肉拉面吃，刀削面，嗯，包蒜就蒜吃。哎呀呵，拿馅饼，啊、嗯，韭菜盒子，嗯，买枣馒头。啊，枣馒头，我光抠那枣吃。哎呀，哎呀，这太糟践粮食了。嗯，我买糖三角，干嘛？热糖三角。好，我插一吸管嘬糖。哎呀，怎么想出来的这是？我有钱，我得糟啊！我就这么糟啊！我买那个碗的那种方便面。哦，我买俩泡上的。是，我买根肠子撅在里头。哼，我烤一大腰子吃。一个大腰子，哎，大腰子吃、嗯、啊！我烤馒头片，嚯、哦、呵！我穿带领儿的褂子，哎，以前的褂子都不带领儿是吧？买一斤西瓜，啊，论斤买西瓜，买酱豆腐，呵，买矿泉水喝，哦，喝矿泉水了，我倒要看看里边装的是什么，嗯，嚯，怎么样？怼水了，废话。本身就是水啊，想钻我？嗯，我是见过世面的人。哎呀呵，我有钱我，嗯、我了不起了我啊！我存自行车，我不划价了我。存自行车还划价啊你？我上公共汽车，我也投那个真币。哼，好嘛，以前都穷疯了都，知道吗？我了不起呀、啊！嗯，我干买卖。啊，做生意是正道，不管是北京还是天津的、嗯、这些大商店、嗯、楼了都都是我的。哎呀，行了，有钱的先把身体养好了，都是我的。好好好，京津唐高速公路，嚯，我的高速公路您也买下来了，京沈
您我的，哎呀，经济，嗯，我的，呵，京沪，嗯，我的，哎呀，啊，咱们说这个，嗯，连那个什么京九铁路，您的，铁道部的，废话，铁路呢？我说你卖给我吧，卖给我吧，部长直流眼泪，干嘛？出去！哎，流眼泪说这话，不卖给我活该。嗯，我自个儿买车一样啊，买车也是汽车呀，你管着吗？嗯，我买40辆好车。什么车？奥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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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拓。哎呀，奥拓，行了行了，奥拓，行行行，还没数够呢，甭数了，再数也是奥拓呀。我买40辆奥拓，买这么些这车干嘛呀？我都排好了，排一溜啊。我拿铁丝吊上，开起来跟火车一样。哎呀，你较这个劲干嘛呢？这我就是跟铁道部怄气，这犯不上。嗯、我开车开腻了，我打车啊、哦，打车，哎，我打车，嗯，我打这个，我打6辆，打6辆，我一人出去，半马路站满了，横着走，六辆车横着，啊，门子都卸了，干嘛？拿铁丝都吊好了，哦，我躺在后头吧，哎呀，你要掉下去怎么办呢？我就要报复，知道吗？报复，这个车坐腻了，我弄辆洋车，洋车，有一个电影叫《骆驼祥子》，见过吧？啊。箱子拉的那个啊，那洋车照那样给我来一辆，自己坐，黄金打造，纯金的，上面镶的钻石。哎呦啊，花多少钱？我来这个 啊，我这上面有脚铃，你懂吗？脚铃我知道啊，一边一个那个。对对对，脚踩着的。对对，一般的车几个？就俩。我这仨，仨脚铃。嘿，一脚踩一个，手里那拐棍杵一个。哎，这趟回来我比拉车的还累。哎，对，净杵那铃铛了没？啊。我找一个跑得快的人拉着我。我找谁？有一个叫刘翔的，世界冠军。你不是跑得快吗？对呀、啊，拉着我、哦、走，咱上宜兴府溜一圈去。哦，要掉下来你可追不上他。我带着枪呢，干嘛用？我打瘸了他，回来我拉着他回来。哎呀哈，这不是折腾吗？您不要羡慕我们有钱人，没有这事儿，知道吗？没有，我吃喝玩乐呀。嗯，我就是为了造钱，就是花钱。朋友说了，你这个能花多少钱？都说的是，你出去散散心啊，周游世界，哎，旅游一下。咱一听，对呀，对，我全世界这么些国家我都没去过呢，对，我得看看呢，嗯、对吗？北辰、东丽，是吧？霸县，你先分下。岔骨讲，汉沽，行了，卢台，行了，别说了，我都没去呢，知道吗？是你这地方您都没去呢，管着吗？您往外走一走，我上卢台国看一看，啊，哪儿有国呀？哼，我去玩一玩去。啊，后来朋友们说了，这个还是近，就是还是近，你往那个半球看看吧。啊，我一想，那就是保定了。啊，嗯，活这么大我才知道保定感觉在那半球呢。嗯。上有天堂，下有保定啊！谁说的？这都好地儿啊！有一歌夸保定吗？怎么说的？保定府美景盖世无双，西湖啊！行了行了，您说那是杭州啊？啊，杭州这是一个地儿吗？不是一个地儿。好，分开了啊？什么分开了？我走啊！啊，我包长途汽车，哦，我奔保定，哦，看一看保定大好河山，去吧！啊，听说保定要跟咱们建交了啊！等会儿吧，你先等，别说啊。那就是中国，是吧？我看一看，保定满大街那都是珍馐美味，上等的食品。有什么好吃的？驴肉火烧，火烧驴肉，嗯，酱驴肉，嗯，素火烧，那就没加上，不就完了吗？这个，我吃啊。这有什么单说的？我乐意搁香菜，我就搁香菜，嗯，我乐意放辣子就放辣子，你管得着我？没人可管这。你打我？我打你干嘛？你动我一下。你加一香菜我就打你啊。哼，管得太宽了。你不敢跟我们这有钱人来劲儿，知道吗？是是。我一手一个驴肉火烧。嗯。我玩的命的吃啊我啊。好好好。晚上我下榻在保定国际驴火酒店。驴火酒店。老板原来是卖驴肉火烧的。哎，您也离不开这个。我都包下来了。嗯。这叫这摩天大厦啊。嗯。楼上楼下加地下室这三层楼。对。都包下来。不是。三层楼还摩天大厦呢，赶着够高的了、嗯、什么高啊，都包下来了，全是你的，全是我的。哦，把门都打开了。呵，晚上我提着闹表进屋干嘛呀？搁在床头上 啊，铺好了被，捂好了褥子，嗯，躺进去、哦、3分钟
对，表响，嗯，拿起了一瞧，到点了，转着被窝走，二号房间。哦，嘿，哦，睡三分钟就换间房，这一宿才睡了四十多间房。嚯，我太有钱了。有钱好，有钱是有钱哈，嗯，这个觉少了点，嗯，哎，净串屋子了吗？早晨起来。往餐厅一坐，嗯，这些服务员都站好了，就我一人。你包下来了？大桌子摆好了啊，嗯嗯，拿展布掖在这儿。餐巾。哦，行，也行，也行。什么叫也行啊？刀叉，嗯，什么鱼子酱、西餐、红葡萄酒、嚯，面包、嗯、奶酪、好、哦、糖蒜，哎，啊，糖蒜、驴肉、火肉都有。嗨、哎，我知道您准离不开这。吃，吃饱了，嗯，擦嘴。站起身往外走，嗯，服务员都客气，都鞠躬。哦，先生慢走。哦，先生您好。哎，先生干什么去？你管着吗你？哎，这嗨，哪儿那么些废话呀？你有功夫学普通话不好吗？你就是你也甭说人家。哎，我好好看一看。走走，走到保定大街上，我神清气爽啊，高兴了。有钱人的感觉就是不一样啊！啊，我痛快呀、嗯，我美死我了都快。嗯，是啊。有打对过来一人，谁呀、啊？七十岁的年纪，老头，比我高半头。嗯。圆脸，嗯，脸长得跟包子似的，知道吗？衣衫褴褛，鬓发蓬松，哟，看着是受了罪的人，走到跟前咕噔就跪下了，哟，吓我一跳，哎，别逗我 啊， 你谁呀、啊？啊，德刚大哥吗？七十多岁，郭德纲，管你叫大哥，德刚大哥，哎呦，别逗啊，嗯嗯，您七十多了啊，就是，爷们儿，您别逗，嗯。德刚大哥还这么叫？不是你谁呀、啊？你是？你说一说，我是于谦他爸爸。你先，你别说了。德刚大哥，行了行了，我别在这说了，还没说完了。什么说完呀、啊？啊，我爸爸管你叫大哥，我也是。我这别胡来呀、啊。就是跟谦儿我们关系这么好，乱辈儿。我不管您因为什么落在这般处境 啊，玩笑不能开。对呀、啊，起来兄弟，哎，应了。真答应啊！你不答应他不起来，你知道吗？没听说。你跪在这儿怪膈应人的是吧？嗯。他起来，怎么了？哎，问问什么事？别提了。嗯。沦落在保定，回不去北京了。哎呦，不是这凡事有因有果呀。啊。您不是挺好的吗？嗯。说您老当益壮，带着一帮人干这个包工队的。啊，挣钱吗？在北京城给人盖房什么的，挺好。啊、跑到这儿来了，一言难尽。怎么了？我带着人上保定来应了一个活，包一工程。本来好事，钱也挺多。哦，一看图纸，嗯、让盖一个七十米的大烟囱。这活大呀！没黑带白干完了，人家来了一分钱没给。凭什么呀？图纸看反了，让挖口井。哎，不给钱打死都不多啊，哥哥。这一点都不冤，真的，一点都不冤啊！我告诉你啊，兄弟。行了，别兄弟了啊！不是这，你这怎么干这个事儿呢、啊？你人就失手，麻又乱提嘛，这能错了吗？我人都打跑了，一分钱没给我啊，困在保定，我没辙了啊！你得管我呀，大哥啊！行，别没完了、啊、是怎么着？我说得了，那怎么着？咱们这遇到一块了，我不能不管呢啊！洗澡去吧，哎，洗澡换衣裳都弄好了，吃完饭是把他领回酒店，把经理找出来，来、嗯、来来来来，这个于老先生。北京城说相声于谦他的父亲是吧到了这儿了啊你别管因为什么啊他要吃什么就给他做他要干嘛就干嘛你够朋友我的钱就是他的钱我的东西就是他的东西哦别拦着他嗯他就是我就是他我们俩就是一个人哎啊好您不如说您就是我爸爸合适吗？什么合适？真硬啊似的，有你这么说话的吗？啊，我是好意啊。什么好意？我没想到慈心生了祸害了。又出什么事儿了？那天我出去上街视察去了 啊。什么视察去了？我数数有多少个卖驴肉火烧的。嗯、数这干嘛？我再回来出了事儿了。怎么了？你父亲太万恶了。什么事？给我来个卷包会。哟，所有的钱，所有的东西，他雇了一辆车都拉走了。嗨。我傻在这儿了，干这事儿分文没有啊！啊啊！
养狼当犬看家难，墨染楼丝黑不朽，粉刷乌鸦白不鲜呢。嗯，我这一片好心成了狼心狗肺了。哎呀，啊，这个老头太不应该了。嗯，我把你救活的，你现如今给我来卷猫会，我怎么办呢？就是啊，我傻在这儿了。啊，经理也劝我，嗯，郭先生，你在俺们这儿花钱如流水一般，嗯，现如今你落魄，俺们不能不管你哈。就是，会计打开保险箱，拿钱给郭先生拿一毛钱。嗯，哎，一毛啊。攥着一毛钱走了大街上，我眼泪哗哗的，人还有什么意思呀？啊，天气已经很冷了，哦哦，十冬腊月大雪纷飞，我还穿着一件塑料的皮衣呢。哎，塑料的皮衣，脚底下穿着布鞋，啊，抱着肩膀往前走，我怎么办呢？太惨了！马上来叫唱去，挥金似土，仗义疏财。现如今我落到这个地步了。嗯，当初我大把大把花钱，这会儿谁给我一块烤山芋？就是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啊！看透了，心里难受啊！嗯，就听着旁边噌，怎么回事？哪儿敲锣呢？啊，旁边饭馆出来小伙计儿，啊，端着一火锅搁在地上。哦，这是别人吃完的，嗯嗯，撤下来的。他这会儿拿出来是什么意思？都有什么意思？是给我的吗？啊，我一瞧这里边，哼，肉片、鱼丸、油麦菜，火锅还热着呢。刚着。哦，这是让我暖和暖和。好，我就别客气了，是吧？怎么不客气？我一把我搂到怀里边，啊，我迈开步就跑啊，拿走啊，拐弯抹角，抹角拐弯，嗯，到路口那儿修大桥。哦，没有人走，是坐在桥根这儿搂着这火锅，我眼泪都快下来了，又伤心了，救了命了。对，我吃吧，吃吧，我别客气了。嗯，油麦菜，先吃菜，肉片，嗯，过瘾了，鱼丸，哦，找着，怎么？哎呀，跑了，都这样就别玩漂了，知道吗？就在锅里头涮涮，嗯，别逗啊，嗯，哎呀，又跑了，哎呵，你还是不饿，知道吗？这是鱼骨，哦，鱼骨，那也吃啊？怎么了？那谁的假牙啊？这位也够喇叭的，这位还有这么大大咧咧的人，嗯，也别扔，干嘛用啊？这安个把当养挠使唤，嘿嘿，全有用，吃吧。嗯，吃饱了喝足了，嗯，搂着火锅，嗯，这手拿着我这武器，嗯，啊，什么养挠，嗯，嗨，别提这个了，正在三睡不睡的时候啊，四睡不睡啊，漏了睡了，哎，这穷成这样还上睡了，嗯，迷迷糊糊啊，嗯，就听那嘎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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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什么响？飞机响，偷眼观瞧，跟前停一飞机，嗯，门一开就打里边蹭蹭蹭，怎么回事？跳下十个大小伙子来，哦，每一个都是一米八的个儿，啊，刀砍斧剁一般齐呀，是啊，都穿着黑西装、白衬衣，打着黑领带，戴着墨镜，哦，一站站一溜，嗯，我心说坏了，怎么了？这是香港黑社会的，啊，电视剧咱们看过呀，啊，是是有那意思。十个人站好了，一转身，咵，那么齐，一个扶一个肩膀，哎。来十个瞎子，吓坏了我了，这有什么可害怕的？黑社会抢我这养挠来了，嗨，不要那玩意儿，我看着他们啊，这十个到我跟前一鞠躬，嗯，您好，哎，吓我一身汗，怎么了？我还以为是瞎子呢，是感情会说话，对，这有关系吗？这瞎子那是啊，头一个冲我鞠躬啊，姑爷您好，姑爷姑爷啊，哎，这个称呼很亲切啊，叫姑爷肯定是有姑娘啊。那当然了啊，我这会儿是灾星未退，色心又起啊。嚯，老天爷真睁眼了，认错人认到我这儿来了。是，这事还不能胡来。为什么？他不像认别的，认儿子认孙子这都好办。嗯，到时不对了，你瞧你占我便宜是啊，你拿我当你儿子了，嗯，不好，你这个庸俗、恶俗、低俗啊，这才可以。还怎么三俗啊？是不是啊？但这认姑也不行。是，你明知道不是，你跟人去了。对，兵帮五四打你一顿，这哪受得了去？占便宜。我赶紧说，我说你再看看 啊, 啊，你再看看，认准了。对，没错，姑老爷就是您。认准了，跟我们家走吧。哦，急死我们了，可找着您了。
说你别闹了，我现如今混成这样，我怎么回去？是全家人看见我，我拿什么话说？我老爷您怎么了？家里哪有别人呢？啊，小姐，那是您媳妇儿，老太太是您岳母，剩下都是我们这些手底下人。呵，寡妇老太太带一丫头，嗯，你要干什么呀？你这事儿能干的这事儿啊？干什么事啊？走，我跟你们去。嗯。抱着我这火锅，拿着我这武器，哎呀，好嘛，上飞机，嗯，十分钟可就到了。哦，下来一瞧，我的天哪，怎么了？金碧辉煌，雕梁画栋，好大的一所宅子呀！哦，就跟小号的故宫似的，那么大。紧跟着门分左右出来40个人，雁别翅排开，嗯，鼓乐齐鸣，由打里边10个老妈搀着一老太太出来。哎呦，甭问，这老太太是本家奶奶，怎么见得呢？你想啊，啊，她不能10个老妈搀一老妈出来啊！哎，废话嘛，这不是。来到里边，嗯，老太太瞧见我乐了，这孩子脾气太大了 啊, 啊, 啊，可了不得了，说走就走啊！你瞧这身儿，哼，这嘎吱窝都孜然味儿的了。最好，让他去洗澡去吧，赶紧洗洗吧。来到洗澡这屋，呵，啊，脱了之后下池子这通洗啊，哎，我结结实实的退。我一看这还摆着香皂呢，搓呀！我吃3块，洗3块，吃，我打里往外这么香，好嘛！洗干净出来，旁边有衣服间，所有的衣服拿过来往身上套，穿内衣内裤，哦啊，秋衣秋裤，哎，啊，绒衣绒裤，穿暖和一点，毛衣毛裤，啊，棉衣棉裤，嚯，皮衣皮裤，啊，军大衣，啊，皮大长，哼，狗皮褥子，哎，全围上小坎肩儿，啊，哎，都穿好了。我说来人呐，啊，把窗户卸了，把我搭出去。嗯，好嘛，走不动道，实在走不动了。嗯嗯嗯，来到这屋大客厅啊，比这屋都大呀。嚯，屋里边点着9个大炉子啊，1楼多粗的大炉子。哎呀，就这火苗子9丈9，那么高，房梁子高是3丈3。哎，啊，全了了吗？那不是。开窟窿走火苗子，什么人家？这都是老太看得我美，嗯，真尊呐， 啊, 啊，话呢，人是衣胜马是鞍，西湖景配阳偏，啊，不捯饬不好看，你看都穿完了一瞧，好看了，他妈狗熊似的，啊，我纳闷啊，大衣外面这背心你怎么套进去的？啊，你这是高科技啊！哎，甭夸了，实在是了不得啊！嗯，哎呀，孩儿啊，孩儿啊，你脾气太大了。是，说走就走，眼里还有我们吗？哦，旁边老妈子说了，老太太啊，姑爷一来走，二来走，为的什么呀？嗯，为的就是没结婚，丁是丁，卯是卯，今天日子就挺好，干脆给他们完婚吧。完婚？我一听今天结婚，我得琢磨琢磨，啊，怎么？我得瞧瞧这姑娘漂亮不漂亮？她要是漂亮呢？漂亮。我就跟着忍了，啊，他要是不漂亮我也忍了吧，哎呀，主要是为饭吃，你出去挨饿强啊。嗯，院子里有人忙活，一会儿功夫花团锦簇，哦，有人搀着我走上2楼见小姐。我一瞧小姐这漂亮啊，是沉鱼落雁闭月羞花，好啊，冲我一招手，我垫步灵腰往前就走，嗯，啪嚓一声脖子也摔了，火锅也脆了骨，这么大一疙瘩呀，你不是要结婚吗？那桥上睡觉呢，我做梦呢，谢谢，好多人都来了。嗯，我等这个机会等了很长时间了。哦，你认识我？咋上来问的？我不认识。哈哈哈哈，孤陋寡人啊！寡人，你得寡了。嗯，哎，不至于，哪非得认识你？你连我都不认识啊？不认识，我有外号。您说，善人。这是您的名字呀还是工作呀？什么意思？还没明白什么意思呢。我啊，是你善人怎么意思？哎呀，我猜对了。什么意思？不是您，您说什么意思吧？您怎么？不是啊，我，啊，哎呀，心善的，刚下的刀，心善的，哎呀，我们还是用国语交谈吧。这您说外语呢？一直，我。心
看的。是啊，您养些日子再出来吧。没有办法，你不是，可不是没办法，有办法谁看人呢？没有办法跟他这个讲相声的交谈。您说清楚了吗？您我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啊！您要这么说，我就明白了。你看看，哎呀，上来一直就简短的这么说。我是一个心地善良、要行善的这么一个人。哦，这么个善人。对对对对对。哦，哎，这个很感慨。怎么了？人世间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不公平？为什么有人穷？为什么有人富？那肯定是这样。为什么不能每个人都幸福呢？哦，全都幸福，谁是天鹅，谁是乌鸦，谁是麻袋，谁是婚纱，谁是败柳，谁是残花，谁是奥巴马，谁是阿依土拉，什么乱七八糟。您说这都不挨着，您知道吗？我就打心里我就反感这一切。哦，就不平等。我希望每个人都幸福，全都幸福，必须每个人都幸福。您这什么身份啊？您最好把这都去了，这一些基金老师呀，肾了。瞧着您都肾了，你有什么想法吗？我没有，没有。不是，我打上大学了那些年，大学的那些年，上大学啊，也行也行。什么叫也行啊？我从上大学的那些年啊，每天在学校里边，嗨，我就白说了，我就想学校里边上大学的时候，您改不过来了，您就这么说吧。我就想啊，为什么要这样？哦，我一定要让每个人都幸福。您还是受过伤，您这个身段我实在看不了。不是，为什么呀？站稳能好好说话，您不会吗？就天天在学校里，我都急得跟什么似的。您真上过大学？那当然了。哦，在哪儿上的？拐外。啊，拐外。拐外是哪儿？外拐，不是还能倒腾过来这么说？嗯，拐什么意思？就是拐国外啊，可以可以，什么可以呀？就得这么说啊！好，舅子就这么说啊，舅子就这么说，就这么说，就得这么说，在国外上大学。哦，在美国，哎，这个小地方不要提。你瞧，英国，哎，这更小了，法国。仨国家也就一三居室，至于这么小吗？人家国家眼界开阔一些。你再往后点，我什么都瞧不见了，我杵瞎了，知道吗？眼界开阔一些。行了，行了，不要加那么多身段啊！阐述我的道理。嗯，啊，那国家，您在哪儿上的？柬埔寨。柬埔寨就您这眼睛还开阔了。您再来这儿我看不见了。咱这俩瞎子那儿知道吗？咱们柬埔寨上的小学一毕业国家保送这个柬埔寨大学。咱哦柬大。你看我这气势，你看。瞧得出来您都黄了。柬大。我在柬大。我每天我就想这出，哦，在那儿就想，哎，做一个善良的人，哦，要做善良的事儿。好嘛，这概念不能混淆，知道吗？两码事啊，这是必须的啊，一定要做一个高尚。哦，还得，还是有伤，知道吗？下决心，对，一定要下决心，下狠手。什么意思？您事儿干得出来，想不到那儿了，不成？知道吗？这是必须必须的。哦，一毕业我就着手这些，我哪儿都去，都奔外边周游列国。哎呀，列
拐呀、啊，哎，列国都去，啊，全去了。我这是刚回来，上哪儿了？打香港回来。哦，奔香港，香港的财团很多，是我要找他们，咱们谈一谈。嗯，大伙儿拿点钱出来，是我出一部分、你们出另一部分。哦，一块儿，咱们一起，咱们把这事儿干净利索快，不留任何后遗症。您还要找一帮您这路的人？是吧？啊，大家一起来做这种事情嘛，是不是？哦，香港是好地方，对，有钱人很多。是购物的天堂，买东西方便。香港的肉饼是最好的，还有香港的家具。哎呀，您说那是香河。您再好好想想吧，您没去那么远。什么意思？哎呀，您都到了那儿了，您不知道什么意思？卖肉饼、卖家具就是香河那儿，香港吧？什么香港啊？啊，过海没过海，您还不知道？过海？什么叫过海？您呐，这捡大就白租了，知道吗？过海都不知道，所以我要做好事。知道吗？一定做好事。这我一定要把这好事做到根儿。这也叫做好事儿。最起码断了您这念想。什么意思？行了，您就说吧，您找财团去了。我心里堵难受，那是谁经过这事儿谁都堵。香港人辜负了我啊！我是想得很好，一起联合干好事。哦，我这磨刀霍霍，打算跟他一块儿联合。是，他们都往后退，没有人狠心。拉倒，怎么了？我花钱。那这么说，您有钱呢？哎呀。怎么了？你什么毛病？这是，你仔细看看。我仔细能看成什么样？我是个有钱的人，真有钱。哎，你我存那么些钱干嘛？别留着了，我留这么些钱下脚的，这叫什么话？家里有的是，你说零的，你说整的，你说零的，你说零的，你说零的，全是零的，就一张整的。好几张呢。那够买什么的呀？都他妈的一屋子都是钱呀。哦，啊，什么叫钢镚硬币啊，毛票还是零的呀？有毛票吗？不说了吗？毛票算整的吗？毛票，整毛票啊，整毛票。嗯，国库券啊，粮票、布票、芝麻酱票、红糖票。这哪年代的事儿啊？都留留着有什么用？那倒是，我拿出来我花了它，我要有用，这不早花了吗？这就我留这么些钱有什么用？我自己活得很好，有用吗？我是一个人，我那么一个很高尚的人啊，是不是？您把这大褂撂下去行吗？您要觉得长，您换个短的。是你不要这个样子的。我们俩哪个样子？不是，我们在讲话呢。你上断了炕了是吧？我自己我住着这么好的房子，穿着这么好的衣服，有必要吗？怎么意思？我空有一座豪宅在，有用吗？您还有豪宅？对喽。干啥？一惊一乍的干嘛？我的豪宅，哦、我的住宅在哪儿？通州，通县，通州嘛，原州区，通州区嘛，啊，就是我自己这个我的老家，哦，家，就是每天忙完了，我蹬自行车回去那地儿，啊，蹬自行车回您那豪宅，锻炼吗？啊，您也好锻炼，好锻炼啊，而且我不是一直骑着通州，我坐地铁到四惠，哎呀，嗨，四惠。出 A 口啊，过天桥，哦，把我自行车给弄出来。我早晨是打东边来的，
自行车肯定放到北边，行了。那么我回来要坐到这儿出口，过去把自行车扛回来，我再往东边走。行了，越说的细致越丢人了，知道吗？哎，有破绽吗？这有什么破绽？真真走了。这就没有任何破绽。没有破，拿着刀子往我这儿比划，蹬自行车回家啊，风驰电掣，他蹬得快，俩轱辘一转，给个县委副书记都不换。没有这么句话，就我那个大豪宅啊，一面院墙20公里，一面的院墙就20公里，哼，一面墙就20公里，了不得，四面墙是二，呵，老大了。算不过来吧，大宅子那是上面都小多口，挂着铁丝网，警察叔叔端着枪，就是怕人跑出去，怕进去。你听说好人跑出去，谁还进去？你怎么讨厌你？废话，按照监狱那么设计的。您住监狱里头，我就是防范。防范什么呀？我这么一个有身份的人，有气质的人啊，我在这儿住着，有人万一来干扰我呢？干扰你？没有这么多，没有这人，对不对啊？嗯，必须防范的非常好。嚯、哦，大宅子，一面墙30公里。哎呀，哎，不对，你先等一会儿。你先，不是，我甭算了啊。您刚才一面墙20公里啊？好，这怎么改30公里了？那个不好算。哎，按照好算那么设计，一面墙30公里啊，定了啊，30吧。一面墙30公里啊，三面3/3进9，三角的。您这院子三角的，三面墙，这四角的，四角的，四角的，那四面墙，反正不少，很大，肯定是算不出来。哎，大宅子啊、哦，院里没有别的建筑。就是正当中有我一间卧室，15平米的卧室。别说别说，您先等会儿吧。您这您脑子里过一下，您等会儿。30公里一面墙四面墙的一大院子，对，中间那一15平米的卧室没有别的建筑，没有。您在那儿给人看坟呢？你要懂得这么一句话，哪句话？自古常言说得好啊，广厦。您别老在我这话了。讲广厦万间，卧眠7尺啊，是就睡这么大地了。你趁多少房子啊？房子里边都是你的床啊，当然那就是香港家具城，是不是？别提香河家具城，还香港家具，不提是哪儿的了 啊。你躺下也就是这点地方。啊是啊，就在这儿。对对，所以说我就有一间小屋随遇而安，哦，就住这么大，就这一间小屋15平米，就是我一人住。哦，自己住15平米，嘿，早晨一睁眼啊，60个佣人站那儿等着伺候我。你当别慌，一个院子就您这15平米小屋，对，60个佣人住哪儿啊？我在延庆给他们买的房。自己住那儿去好不好？对，60人都站好了伺候我。哎呦，给我系扣，哦，穿袜子，哎呀，我穿秋裤，秋裤塞在袜子里边，生活不能自理了，这人暖和，塞上，嗯，扶我起来，给我叠被子，不敢，哎，给我换尿垫，你才小点儿呢，倒桶子。倒桶子，开窗户放味儿的，倒尿桶那是，干什么都有啊、哦。洗脸，哎，洗脸漱口那是，坐这镜面，镜面，抹一点面油，面玉美镜，万紫千红，哎，这人活到30年前了，捯饬好了，嗯，坐在这儿沏一杯高碎，高碎。这么有钱喝高碎，打开半导体收音机，小喇叭开始广播了。哎呀，别小点儿，
孙敬修老爷爷给我讲故事，多先真的，享不尽人间富贵，就这个呀。就这会儿啊，送早点的来了。哦，订早点了。早点咱不能跟你们似的啊，我们怎么？咱们豆汁儿、油条就吃这个，都吃这个。咱们得吃那个进口的东西，外国的。你猜哪家商店给我送货？哪儿啊？麦当劳。你就别嚷了。麦当劳干嘛的？麦当劳那不就是麦当劳？没有这么说的。来了，送货。又吆喝呢？你们净吃那什么？麦香鸡、麦香鱼。就是啊，瞧咱们这，您是麦香骆驼。哎、骆驼，大骆驼，整个不许改刀。整个的，上下两片面包。还找得着这面包吗呢？整桶的泼酱，那是得费这个。哎呦，20个人举好了，我站当间啃，半自动，弄我一脑袋酱。洗头，洗脸，镜面，面油，刚才那都抹骆驼上了，你没劲。满足天红，连身上全抹。嘿，我干干净净的啊，开一瓶北冰洋汽水，来一块大大泡泡糖，嘴里有点嚼头，高科技东西都来了。什么高科技呀？吃饱了没事，开门，院里边看看吧。啊，去院里头了。大花园，您这还有花园？院子里除了这间房，都是花园。哦，整个是大花园，一面院墙43公里。哎，这不是，别说了，这比那还不好算呢，知道吗？怎么20改30还好点，43四面墙这太不好算了，这不是对吗？你听谁的呀？你没好算，住什么哪好算呀？你到底住多大呀？嘿嘿啊，什么意思？哎，这家伙。你住多大不知道是吗？就院墙很大，是一面院墙到底多长？一会儿再说啊！你现在不提这个，院子里边奇花异草啊，全是花，各式各样的。哎呀，都种满了。啊，啊这儿有那转椅，哦，坐转椅，啪啪啪啪，转椅，那小孩玩的转椅。哦，我知道这个转。哎，这儿有这个悠球。对，悠球，打悠球吗？打什么悠球啊？啊，秋千吗？不是，对，啊，秋千，哎，秋千吧，秋千也行了啊，秋千，秋千啊，荡秋千，对，啊，滑梯，您玩滑梯？哎呀，各式各样的滑梯啊，噔噔噔上去，哦，别老带出工作性质来，能吗？咱就说这事儿，噔噔噔上去啊。下来转的，这位住在中山公园里头，瞧那一根棍儿吊住了，那下来那个啊，往下那有是色啊，抹点嘎了油，弄一身，哎呀，看看花园景致哦，有一白塔哦，您这里边还有塔，巨大无比的大白塔哦，北京有一个白塔寺，有看过吗？很有名，都去过。那白塔怎么样？太高了，大吗？好，完了，大极了，眼界不行。哎，怎么眼界不行？白塔寺那个白塔还叫白塔？不如看看咱这个白塔，咱这个白塔比白塔寺那个白塔还寺。哎，乱七八糟，比白塔寺那个寺还白。哎，您到底比白塔寺那个白塔寺还白塔寺？您这都不是人话了，知道吗？比白塔，你来去，我来一遍，你来去，快来去，你来，比白塔寺那白塔还大是吗？成功了，我成功了，成功，您没说清楚，祝贺你，你别祝，你先来啊！什么我先来？干嘛呀你们呀？给您握握手，祝贺呀、啊！您先把这刀撂下。对对，我说一遍，你再来一遍，我来一遍吧。你这比北塔那个北，比白北，哎呀，对了，什么就对？对对对对对，你有没有白塔呀？有有，哎呀，有白塔啊，白塔很高啊。哦，每天没事爬塔玩，您还爬？哎呀，没事爬塔呀。哦，锻炼身体。哦，要锻炼，啊、锻炼身体。这来凳子，矮凳子，啊，旁边来俩凳子。哦，上那俩凳子，哦，这边再来仨，上这仨凳子，这边改俩了，来这又下去了，把仨凳子往俩凳子上走，这边就四个，
就四位，那够不着了，待会上。呵，锻炼身体，骑了摩托车，站在塔顶上，心旷神怡。哦，做首诗，你瞧，啊，一只乌鸦口渴了，哎呀，塔塔累了，于是塔塔啊，成功了。哎，什么诗啊？哎呀，看，呵，蓝天白云，嘿，日出。升旗爬一宿啊，爬上去都看见升旗了你。你就爱干这个，爱看这个啊。爱什么看这爬那么长时间。咱们下来吧，啊，下来吧，下来进屋开电视。哦，正好新闻联播。嗯，哇，这就晚上了，七点半一会儿准时还爬。准时，您这一天不干别的了，就剩下爬塔下来了，不怕困难，就不怕困难，不怕困难，在我的字典里面根本就没有困难这两个字。您听听，就没有困难，我就没有字典，哎，没字典，我字典里就我什么字都没有。哎，您拿一白皮本跟这儿看呢？还有炸酱呢？什么炸酱？我就下功夫爬啊，没事就爬，找点人一块儿。愿意一块儿吗？比赛，我还赛，搞一活动，哦，爬塔梦中人，哪有这活动？哎，有奖，哦，一二三，嗯，一等奖给50000，好，二等奖70000，哎，三等奖420，呵，没听说过这都，您这天上一脚，地上一脚啊，大伙心气都调动起来了，对，都憋着揍你呢，一等奖50000，二等奖给70000，二等奖都零的。什么灵的呀，凑成70000也不容易。不懂这个，你不懂这个啊，没事定期的扫扫塔。怎么还扫塔？咋又脏了？哦，脏了扫扫塔。是啊，大伙儿一块儿倒着班弄来，倒着班弄，一个人扫不成啊。啊，得人多点，得带俩人。哎，谁没事了？嗯，就你今儿没事啊。哦，怕累吗？不怕。我来走走扫塔去。哎，咱们扫塔去。哦，大条子啊，我真像你这玩意儿，有生活一看就。跟我一块儿啊。哎，扫塔有一歌不拉会唱的什么，红云落岭叶森森，大岭响声声，我扫着。哎，你夸我。哎，师傅您扫的真干净。悟空，悟空干嘛？西游记呀，您这是。哎，我塔上丢一柱子，丢一柱什么丢一柱子，大伙一块儿啊。但是我不能光干这个呀，多新鲜呢。我自个儿是活得很好啊啊，穿绸的，我缎的，哦，一天到晚弄一貂皮，穿貂啊，貂皮大衣，貂皮知道吗？知道知道啊。貂是一种动物，对，活的时候叫田鼠。哎，没听说了，还穿耗子皮呀你。但是我管什么用？是不管用啊，咱猫猫再逮着啊。你什么意思？真是貂皮的人。就我没事就剩这，做屋穿貂皮大衣，做屋穿貂皮大衣啊，屋里没火。哎呀，什么货人，端一杯红酒，喝红酒。红酒知道吗？红酒谁不知道？有钱人都喝红酒。对，那红酒说是红酒，实际是黄瓜筋儿的。有那种色儿，哎，炒菜是必须有这个，尤其熬鱼得放这个料酒啊，去腥气。哎，这还是料酒，去腥不是红酒。您这个喝红酒，啊，喝红酒，穿貂皮，戴大手表，大手表，大手表。哎呀，僵尸的，哎，回来吧，看个几点？甭看了，您这不是，您这是死尸的，这是。名牌吗？名牌僵尸丹顿。哦，我这说的是柬埔寨普通话，柬语啊。大手表，34万美金，是那么贵，打完折250。哎，假的，上潘家园满地都是。哎，那个假表的，这收藏名画。哎，有钱人的生活很乏味，收藏了有什么？就剩收藏了。收藏什么？收藏油画。哦，这大张的不要啊，要小幅。正假的，哎，就这么大张，我收这个呀，这么大的油，这么大张，哎，粉色的，哎，画一毛主席，写个一百，哎，净攒钱了，您这人，就爱这个，就爱攒钱，对对对，没事干就剩下棋，啊，这倒好，下围棋，好，可以，焚上一炉香，还焚香，在屋里点一堆篝火，呵，下棋点篝火，您再给书房了了，烘托气氛嘛，
这有什么气氛呢？找一个围棋表演艺术家。哪有围棋表演艺术家？他们那个行叫什么？啊，就围棋大师。对，找找大师。哦，对弈。对着啊，什么？对弈？什么意思？您这您简大怎么毕业的呢？对弈对一块下棋，就是对很容易，很容易。什么很容易？对弈哪对哪很容易，你知道吗？没听说过。下围棋，哦，围棋有口诀呀、啊。对，马走日，象走田，炮打归位，鸡跑一溜烟。哪象棋了这？拿起来走啊，工兵，哎，军棋呀、啊，痴迷的地雷，什么乱七八糟？嘿，胡了，哎呀。您到底玩什么呀、啊、您这就是有钱有钱不玩，但是你说这玩意儿我一个人有钱管什么用，又想起来了是不是？嗯，所以说我要做善事。好，哎，我找好些人啊，啊，我来个六千人，六千人跟我一块儿，我都那个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就找善人。院子大有什么用啊？哦，对不对？一面院墙75公里，对吗？又改了，又改75了，是吗？你说一个尺寸，我说一个，你说咱不动，你压根儿就不应该动啊！不动不动，就是他75了啊！啊，就85了，就85了，又改了。我这叫善人大世界，善人大世界，我是善人啊！哎，全做手术，哎。你说话能不明白？那善人满世界。对对对对，你上我们那儿代言去吧。不去了，你这形象很适合啊。不干代言的事儿。哎，代言能多挣点。嗯，告了不好。6000多人，你要说什么？你看哪个电视台派来的接线？就说您这事儿吧，你老想代言的事儿，那你说这不想说别的了，就都是那没辙的，哦，苦哈哈的，不挣钱的，嗯，日子过不下去的，哦，来吧，上这儿来吧，哦，只要看见我痛痛快快，解除所有后顾之忧，再也没有烦恼，断了根了，哎，到这儿别的不讲了，那当然没那个闲心，哎，这不讲，花钱如流水。怎么还花钱呢？只要上我这儿来吃喝穿戴啊，都是我的，您都负责。留着钱有什么用啊？我来了，你慢说日常生活消费啊。中国传统三大节，我花钱就无数。传统三大节，你看、啊、三大节中国嘛是吧？是啊，你看五月节啊，对，有五月节都知道啊。嗯，五月端我节，哎，端你节，端谁节？连锅端了，到时候端你。端我干嘛呀？那还端我呗，是吧？端五，那端你，这什么端？到底端谁？端五节过节呢？你看文言武也是当国奖嘛？啊，您就这么讲吧。啊，嗯，行，先端我，先端我。什么行啊？五月节啊，五月节吃粽子。对呀、啊，吃过吗？粽子谁没吃过？哦，啊，你们粽多大？粽子还做这么大？完了、啊，这个还叫粽子？怎么了？咱家那个粽子，一个里边100斤枣。一个粽子里100斤枣，100斤枣，100斤米，这叫200斤啊！嗯，两领炕席卷一个，拿炕席包粽子，知道吗？好嘛，100斤枣，100斤米，是啊，煮完了搁那儿上秤腰，啊、上秤腰50斤高高的，哎。这谁做的粽子？这是，这里边有偷手这个啊？吃。一个粽子就偷走150斤，粽子块块有钱不在乎，那倒是哪块吃过粽子啊？吃啊，都吃啊！当时你看着，我痛快呀、啊，痛快干嘛呢？这我活活没死，我就这么高兴，我这个没法不一样啊！哎，吃，我给你们唱歌，我还半夜给你们助兴，你啥去？吃了我就给我吐出来，别吃了。吃不让人吃啊？让吃，吃别吐出来、啊、哎，这是五月节啊！你算光买枣买米得多少钱？那是，是不是还打伤风？哎，到了八月节，八月端午节、哎、啊！怎么又端呢、啊？到底多的端我？您别着急，有的是机会吗？啊，废话，有盼头就好。八月中秋育儿园、啊，大家吃月饼多么快乐。谁说的是唐诗说的包蒜啊，兔蹄吃月饼了
吃月饼蘸醋就算吃啊。哎，多一点蒜啊，折着嘴里那味儿。哎，嘴里味儿还不如蒜呢。什么馅子的都有，还馅子的，嘿嘿啊，我们馅子很好。什么馅子成了伟大啊？纤维吗？那什么馅子？现在我们这个啊，嗯，还掰开了啊，啊，混果的，哎呀，有，嘿，五仁的，还有那个，哎，莲蓉的，就爱吃这个。面馅儿的，不就是白饼吗？您这个还有面裹面，你来这，哼，带鱼的啊，炸酱的，哎呦，腰子馅儿的，哎呦，新鲜不新鲜？里边包一腰子，玩活活没死，哎呀，我锅里没死，就这么高兴。哎，中国传统三大节日嘛。五月节、八月节，哎，然后是圣诞，哎，圣诞，圣诞端午节，你别说了，怎么着？中国传统节日有圣诞吗？没有，你们见面过这个？人家外国节日我们可以过，你管他那个，这热闹热闹得了，也过，找一机会让我花钱呐，就喜欢给他们花钱。哎，院里刨坑，干嘛？挖个一米五的坑，挖那么深坑？我出去砍一棵圣诞树回来，自己砍去。一来挖一大坑一米五。过那么待会儿，那树来了，杵里边填上土。哎，出去才知道啊，啊，不让砍树，那是立法了。现在砍树啊，啊，砍树是犯食品卫生法是什么？什么乱七八糟？不许怎么着？不学法律，你别说啊，不知道这个，不让砍啊。那樱井啊，对，得摆呀，来小树了，小的，这小树也不行，也不让。那我的坑都刨了，那别废呀，来棵白菜吧，啊，搁在里边盖上土，啊，哎，没了，那新鲜。您这整个一挖菜窖呢，我那圣诞菜哪儿去了？哪儿有圣诞菜，圣诞泥土的坑埋白菜去了，大颗的吗？大颗的上哪儿去？不要紧的啊，我会给你们创造一个圣诞的气氛。圣诞气氛，我化妆成圣诞老人，哦，戴一帽子，哦，大胡子，哎呀，来袍，嗯，背着口袋，哦，出去找一旮旯躲着。来四个好事的给我弄派出所去了，他说逮着拉登了，这能像得了吗？这个解释半天我不是，这才把我放出来。我就知道不是，你好几千人等着我过圣诞呢，过节呀，咱们热闹热闹呗。还热闹，搞什么玩法呢？啊，来点什么游戏，啊，还做点小游戏，比如说咱们躲猫猫，我不行，会死人的。换一个玩法，咱们烤火鸡，哦，吃火鸡，外国人圣诞节必吃火鸡，人家讲究这个，火鸡到了中国叫鹌鹑，没听说，火鸡叫鹌鹑，别大这胆儿哟，大火鸡，哎啊，没听说，就是鹌鹑，烤火鸡是火鸡，鹌鹑是鹌鹑，对，我们就烤鹌鹑，好。烤完了之后来吧，连吃带玩吧，哦，吃六千来人来一大火鸡，非打起来不可，五千来人啊，哦，都坐好了啊，倚着院墙坐着，倚着院墙，后背冲着院墙，哦，一个挨一个了，哎呀，院墙大，是一面墙138，要来了，您也不记个数，太多大都行啊，多大都坐好，一个挨一个，手里拿着这鹌鹑，这火鸡，火鸡，你啊，我这敲着鼓啊，敲着鼓，还敲，你们一个一个传，我坐在一停，到谁手里边，谁给我送来我吃，那还传什么？直接吃了不就完了？击鼓传春，还起名字呢？花钱如流水般，您自个儿吃了，别告诉他们，比什么都强。我快快乐乐，击鼓传唇呢，用我的爱心感动大家了。是啊，这都是小节日哦，还没到春节呢，那是大节了。哎，春节是中国人的传统节日，这得叫啊！来吧，有一位算一位吧。啊啊，给新帽子、新鞋、新衣裳、新裤子、新皮带、新背心、新毛衣，一身新，啊，全是新的。嚯，一人一桌酒菜，哎呦，好酒一箱，哎呀，啤酒不算数，OK，啊，随便想说怎么着，啊，新年愿望是什么？你想什么？哦，要钱，走，拿走，给钱，家里不够，开条，你建行取去，啊，哎，你要多少？400万，走，农行归你了。
哎，农行会发了。要什么？要手机？好，去，联通是你的。哎呦，你走，移动是你的。哎，你要什么？要汽车？好，带着铁棍子去，快去四 S 店砸门去，快去。抢车去，撬开了都是你的。我的妈！你要什么？要手枪？好极了，你们500人，公安局。哦。你们1000人占领检察院，哎呦！你们大伙儿奔法院，哦，你什么意思？我要想朗诵朗诵。你这500人奔电台占领电台，占领。你们3000人电视台演小节目去吧。哎，用我的爱心感动你们过一个肥年。您这是慈善，我这是暴乱。